别再在里面，待会儿吧。嘘，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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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太危险了，你走。小明哥哥在就不危险了。我小明和你能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走不走？哎，我不走。你走不走？哦，可以走。你睡了我就走。晚安。睡觉，睡觉，赶紧睡觉。啊，睡不着啊。怎么没动静？这么老实吗？还是走了？这个卖主求荣的贼猫！自己玩吧。你凑这么近干什么？哎，喂，怎么了？我刚要睡着呀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没睡。哎，谁说的？那你家的摄像头怎么会动啊？什么牌子的？智能的吗？白起家，你这么大一个活人在我们家撸猫，我能睡得着吗？需要哄睡服务吗？啊？我在医院呢，哄过很多小朋友睡觉，效果特别好，绝对五星好评。要不要试试？白起家，这才短短几年呀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要脸了？唉，大概是没人管着吧。上学的时候都是你管着别人，也没见有人管着你啊。当然有了，只不过那个人没有直接管着我而已。而且我也知道我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或者做什么他会开心，我就会去做他在意的事。那你这些年就没再遇到第二个？没有。你拉倒吧，你刚才都沉默了。哎，你快说说什么情况呀？你们俩为什么分了呀？哎，我都说了没有，你还睡不睡啊？不行，你都燃起了我的八卦之火，我现在烧的人很难受。哎，你要负责的。这不太好。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咱俩谁跟谁呀？你快说快说快说。好吧。怎么挂了？谁啊？我。你干什么？江火。我觉得你就是那个意思，你快开门。哎，你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耍无赖啊！我今天要是开门，我就跟你姓。哎，开门。那为了不让你改姓，我就去帮你开门了。哎，白青青，别，你快进去，快，干嘛？快点，推，快点儿。干什么、啊？阿明，我告诉你啊。躺平装死，不许乱动。
不许说话。干好。Hello， 你的美女专属外卖员上线啦。雪舟，你怎么来了？说你睡不好吗？我是来陪睡的。我呀，保证让你睡得好，睡得香。这谁的？你家里有男人啊？在哪儿？出来！不是，这没有。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就是网上说吧，单身女性一个人住在家里比较危险，在玄关门口放一双男鞋，比较安全。嗯，那你觉得我会是那种会在家里藏男人的那种人吗？不是，巴不得你在家里藏男人。哎呀，我先上楼换件衣服啊，太热了。这先去吃饭。喂，干嘛？冷。我不冷。你冷。我不冷，有一种冷叫做你闺蜜觉得你冷。怎么了？没有男人你这么鬼鬼祟祟的。不是。哎呀，别，里面很乱的。我多整齐啊。这么大个人了，还抱个枕头睡，幼稚！我换个睡衣啊。衣柜。等等，你干嘛？我帮你找呀。哎呀，我不用你找。我这。哎呦，可以啊！衣柜这么整齐呢。是啊，长大了会顾家了。你赶紧挑一件换了，一会儿外卖聊。好嘞。俗了，哎，这个好，哎，这个好，嗯，啊，我穿它，喂，你等等，干嘛？冷啊？我不冷，我刚刚在楼下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冷啊，你干嘛？就。这间屋子冷啊？不冷，你这个屋子不冷，你别管我。放个几个，你干嘛？卫生间暖和，你不至于吧？卫生间，喂，人呢？哪儿去了？你们医生的柔韧度挺强的啊。说什么呢？热死我了都。别再在里面